房间是不是有蚊子？觉得我房间好像有蚊子。我觉得我房间好像有蚊子，好像被叮了。嗨，各位！嗨，各位！现在是一个没有戴隐眼的状态 ，Oh my god， 这世界好模糊，这世界超模糊的，我什么都看不到。然后这一整集都是这样子看荧幕，因为我看不到。也是可以戴隐眼啦，只是好像也没什么，反正就是可以戴。桌子好乱啊，整理一下。买了新夹子，反正是什么做人不能太嚣张。上礼拜向人家车子掉进去田里，礼拜日换我悲剧。为什么你悲剧了？你为什么悲剧了？来浪费营业，我不会浪费啊，为什么会浪费？我会用那个营业清洗液，然后我会放在营业盒里面，隔天再带一次啊。为什么会浪费？你难不成觉得我带了之后就丢掉？那是盘子在做的事。我就盘，我不是盘子，我不想戴眼镜，不知道为什么，不是很想戴眼镜。我去嘉义东石渔港体验采收牡蛎，结果脚滑摔下去海里，你也太惨了吧 ！Oh my god！Oh my god！ 啊，你有没有受伤？你有受伤吗，阿盘？还好吗？雷雨欣。对不起，我手机震动，是流星。对不起，戴不戴都好看。我戴眼镜，戴眼镜就等于没有化眼妆啊，就啥都没了，就等于没有化眼妆。其实我觉得我好像应该要去洗一下眼镜，我觉得眼镜是有点脏。我每天都是回家之后，然后去卸妆，然后就戴眼镜，这样感觉很呆耶。我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很像马路过街？我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很像小丸子？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叭叭叭啦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我都流。我看起来很像小丸子，好呆哦！我看起来好呆哦。噼里啪啦，好好喝、哦！我很少点番茄梅，我觉得番茄梅好美味。番茄梅超美味。好可爱，好适合你，真的吗？哎，到底是好看还是好笑？你们还要说话？Hello， 人好。Hi， Iris。Hi， Andy。我来讲一下前几天在做什么好了。反正就是
你给我看那怎么长给我看那吃香菜时期看起来比较呆，我呆，我就呆。很好看，哪有我这样会好看？认真，我看起来很呆滞的。好看跟好笑两个成长不冲突，是吗？所以到底是好看还是好笑？你各位好好说话。我也呆，大家都呆，我就呆。其实戴眼镜也是不错啦，那我就戴眼镜直播了。我不知道你们应该会看不习惯吧，可是我平常就是戴眼镜啦，我自己看自己没有什么感觉了啦。当初换眼镜的时候 有那种冲突感，我当初也是戴那种黑框，你觉得蛮可爱的，真的吗？书卷奖的味道，真的，我看起来很会读书吗？我不会，那时候真的看起来比较像书呆子，因为现在都没有在读书啊。那时候是书呆子，现在就是单纯的呆子。那时候是书呆子，现在是呆子。迷你控就这样出去了，你有哈？什么迷你控？最近没有迷你控啊。下课时自己在角落看漫画那种，真的？那我去拿一本漫画来，等我一下，我要装得像一点。既然你们都这样说了，那我就大发慈悲的来看漫画吧。哦，这本不行，这本不行。等一下，我要找到一本可以上镜头的漫画。可是这边都是小说哎。漫画把这可以信封，那我开始看漫画了，超自然。好痒哦，我是不是真的被叮了？我最近小腿肌越来越猖狂，我觉得跟林雨欣有个拼了，糟了。你们下次看空不要看我的小腿肌，你们就看林雨欣的。林雨欣的小腿肌是，就是我的小腿肌是看起来还是蛮正常，就是一般人会有的肌肉。可是林雨欣的小腿肌对我要买它，它小腿肌是有人有脚的。你们下次去看它的，它的很好笑。你慢慢看，真的，我开始看漫画，这很好看耶。然后他还有附那个内页，真的很好看。这是第12集，我后来要把它全部追完，超漂亮的，他的画风真的很漂亮，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我喜欢这个，就是它的剧情其实是蛮好的。话听 ING， 有人有讲让我想到钢弹，我会跟雷吉讲的，我会说你们说他像钢弹。碰到会流血的那种，不知道，应该是不会啦。你不要说呀，说了我都呀，真的是吗？你看遇到看书的时候折我弯书页会生气吗？我会生气。阿潘今天身体不舒服吗？没有啊，我怎么了？
我很健康，好哥，我很健康。他们说我戴眼镜看起来像那个就是坐在教室角落看漫画的那种人，所以我就是认真去拿了一本漫画过来看的。林一小腿肌大概占了全身一半重量吧，他的小腿肌很厉害耶。林一钢蛋哪里有卖？我家没有啦，开玩笑。Hello 切尔东 ，Hello 泰瑞。文青少女子手上拿的是 BL， 我没有，声音很不一样，我多虑了，还是番茄梅改变了我的改变了我的声音，我的番茄梅。哎，我这是我第一次自己喝一整杯番茄梅，好喝、哦。我还生气的，我对我叔也是。看到人家，我也会 CKU 你那个我也会，我不能接受人家这样子打开，然后反着放。我看书只能打开这样。哎，其实我有还没看完的小说，如果我这就是你们真的可以接受我坐在这边，然后看书都不理你们的话，那其实是可以的。我可以去拿我还没有看的小说来看也。我冰箱有番茄汁，你要拿梅子，你要加梅子进去。我冰箱有番茄汁，来喝一波。番茄汁好喝。哦，哎，这是哪里？哦，你却不是，不是，是诺瓦的。哦，这一套人虐我，怎么会没我的？一打开就被虐了。我不相信你看得下去，真的假的？你们就会睡着哎、欸，你们就会睡着。我看书的时候超安静的。很认真看呢，糟了。什么毕业老师这样讲？你真的这样看的？我真的这样子看的。好哥马上跑去妹妹那里，好哦。然后还被肉肉抓到了，100分。哦，本田真的是很帅耶。
我的脸康佑真的是很辣哎、欸！你是不是被祖祖感染口头禅？我也是。不然来说个书好了。我怎么说书不行？这个是会剧透啊！这是第十二集，这已经是单行本第十二集，非常之后面。我其实不太知道为什么封面会是他，好奇怪，难得，还是后半本？哎、欸，好像是哎、欸，对，后半本。啊，莉莉康佛多哦。其实我有点忘记他后面的剧情哎，这个很后面的，这不完结，完结啦！这个超久以前的东西哦，这个是我小时候在看的，这集第十单行本第十二集已经是2011年的一刷了，2011年出的，对吧？第十二集是2011年出的，然后他也有动画，可是他动画没有做完，所以我。可是他动画的画风也是很香啊！我一定是被叮了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我觉得，我摸出来了，就是那个被蚊子叮的那一包。Oh my god! 真的是很不优。然后就是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去看那个漫画，我觉得漫画的剧情写比较完整一点。啊，他动画就是不管片头片尾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全部都做得很优秀。我觉得。这一部作品就从头到尾都很优秀。好看的说超好看的、啊、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它前半段就是这部作品前半段就是比较温馨向吧，我觉得就是比较温馨向，也就是有点像在铺陈啦，然后后半段就是被做成是二季，就是第二期动画，然后第二期动画是写 reverse， 然后也呼应了就是它的剧情。总之是好看的作品。Hello 大家，好啦，欸不行，我再这样看漫画真是不优，我真的是看书会很安静的了，我决定我还是来讲一下话好了，就是前几天跟系列大家一起出去了，开心，很久违的出去玩，然后我们去打保龄球，然后还去唱歌，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我打保龄球拿那个，我觉得六磅的球就已经超级无敌重嘞。就是我没有办法拿八磅的哦，本田康佑帅哦，好，就是八磅的球真的是有点重到一个爆炸，我觉得拿六磅这已经极限了。你回归了，那我不剪片了耶。分数多少说看看，不要，很丢脸啦，很丢脸啦，就60而已啊，想怎样？有一局有80几吧，我记得有80几就了不起了，好不好？我不行，我只能拿六磅，有没有50？有啦，就是我们就是去玩嘛，然后就我还是老样子用那个慢速球在丢，哦，我被叮两包。哪里？我被叮两包。
竟然被叮了，真是 unbelievable， 才两包。结果是喷防蚊液，喷防蚊也是不错啊。哎，不是吧？为什么叮我？想怎样？死吧，虫子！你越讲我越痒了。然后，好，我继续讲。总之，我觉得打保龄球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然后那边很好玩，就是它是照时数在算。就是我们付多少钱，然后我们就可以玩那整个，就是那整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整个园区也不算，反正就是它那一层楼就是有很多东西，像有撞球，然后还有那个飞镖机，然后还有一些汤姆熊会出现的那种机器，然后就是我们可以付几个小时的钱，然后就可以到处玩这样。你喷欧护马和喷叮咛，啊，房间认真，你不叮你叮谁？干嘛飞来我房间？你叫他去叮我吧，不是啦，开玩笑的。越喷越黏，不会不会。然后就是打保龄球嘛，然后我上次我就是一直遵从的那个慢速球理论，然后我就一直用慢速球，就用慢速球玩。然后来就玩到一半，然后那个球道突然故障，我们就换一道。然后换一道之后，我的手感就不见，我说怎么打都不对，气死我了。越乡下的地方越多蚊子，对，我就住乡下。Hello， 琪琪。然后呢？然后我们大概玩了两三局吧，就是我一直在搞笑，就是跟我的两个友人就一直在搞笑，因为我们就是不会打嘛，我们就是真的就是没打过保龄球，然后还在那边讲说没有没有，我刚刚那颗是卡特球，就明明是打保龄球，然后拿那个棒球球总在形容，然后我刚刚那个是卡特球，你是有没有看过？我刚刚那个是飞碟球，你有没有看过？你们是去一期吗？对对对，我们是去一期，然后就是隔壁道的学长感觉就是好像有备而来，然后就是狂打 strike， 我就觉得超傻，真的是超傻，随便打到全打，然后我们就很好哦，棒哦，我们就是整就是去被羞辱，就是去搞笑的。嗨，英族的佳玉，嗨，嗨，才大妈跟着你。什么什么状态？有红勾勾的人，我这样会不认得。飞碟球是保龄球的，没错，是吗？然后后来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后来我根本就没办法打，就是手超级低酸的，我真的手超级低酸的。然后我们就跑去玩飞镖机，哎，我跟你们说，我飞镖就是昨天突然，哎，不是昨天，啊，反正顺便就是我突然就一个开窍了，还有一个大开窍，然后我就咻，然后玩了两局吧，然后我丢了三次正中央，哎，正中央，哎。那个红心，反正我同学就跟我讲说，你就是因为我之前也只有玩过一次，就学长教我那一次，然后后来我就再也没有玩过，然后结果那个他们就跟我讲说，反正你不玩这样，你就瞄中间就对了，就是初学者就是瞄中间就对了，然后我就一直瞄中间，然后就中了两三次，超厉害，我觉得我很棒，不要丢我哦，不是丢你啦，不是你啦，飞镖。太常听手腕，换首歌。
什么歌就什么歌。什么歌？哦，来放这个。看到飞镖，听到飞镖，反射反应，好。哦，我这次不会有业配，你们知道什么吗？又忘记拍照了。我不知道，欸，等我一下，我照片好像放在电脑里面。我不知道，我有拍照吗？我有拍照吗？不知道，我看一下啊，我有好多照片，好可怕。没有，应该是没有拍到。对，我好像没有拍，对那套没拍。Yes， 没有拍那个。我等下再来讲申请证的事情。然后后来我们就去玩飞镖机，然后也有玩撞球，然后后来就一个人跑去打鼓。就是那种音游，然后就一个人沉浸在那个打鼓的世界，然后打完之后还玩了那个，你们知道那个射击游戏吗？就是外面都会有那个 3D 的，然后就是它旁边会有那个，它会有帘子盖住，然后就是有点像射击游戏的那种，你们知道那种机台吗？你们知道那种机台吗？就是射击游戏。很多僵尸的那种，就是类似，然后它是就是都是打海洋生物的，就是镭射枪那种，然后就是有一个机器在这边，然后就是握着它，然后各种打怪的那种。很久没去 Game Center 了，然后那个东西就是在外面汤姆熊什么的都是，就是因为它很高难度嘛。所以你玩了之后就很容易死掉，然后你就要一直在投代币在续费才可以活过来。然后我们那天玩就因为那边就是全部免费嘛，所以也不用说什么投代币续费，我们就是玩一玩，然后就死掉了啦，然后旁边有个复活键，我们就给它按下去复活啦，然后继续玩。然后我那天回家之后喉咙超痛，因为我一直在尖叫，就是我那天喉咙痛完全不是因为他跟他们去唱歌，我完全就是没有烧到我喉咙，但就是那个尖叫，因为那个东西就是很真实。然后例如像什么海蟑螂，它可能就会贴到你的荧幕上，然后你就会吓到，你就哈哈不要过来的那种。这人好吵，我在里面大尖叫，然后我就想说，玩到玩的超累的，就我跟我其中一个同学，我们两个就玩的很累，然后我想说不行，我要找个人来接管，结果我想要打开布帘看一下旁边人在做什么，一排头文字 D， 好算了，都在开车，烦死了。外面玩超贵，他们也是玩头文字 D， 也是玩很久，欸，我也是不太知道为什么头文字 D 可以玩这么久。把电切掉，不要，好开心耶。然后那天去唱歌，就是那家 KTV，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家 KTV 有蛮多 AKB 的歌。然后我就第一次是，就是因为我平常都是去那种，就是那种很便宜的啊，三个小时100块之类那种。然后就是那种地方通常就不可能会有日文歌，要么就是日本演歌，就是那种超老的歌。结果就是我们那天去那家，不知道什么就有很多 AKB 的歌，然后我就整个就大开唱，哈哈哈哈，然后就一排人完全听不懂，只有我一个人很开心在那边唱。
头文字 D。哎，我真的不懂，我真的是没有，真的是没有玩过那个头文字。感觉人家很棒，然后那天就是玩的，我从下午两点，然后玩一玩，然后晚上九点多吧，然后才吃饭，然后才回家，超开心的，就是很久没有这样跟朋友出去玩。还以为你们唱 K 反而不会点 48 的，就是都会点吧，就是难得看到就会点啊。哪有什么同学不要这样霸麦，我告诉你们，他们都说、哦、我们花钱进来哦，那个嘉玉都在旁边吃东西，因为那家 KTV 就是通常外面也是大多 KTV 都会有吃的嘛，要么就是有饮料，要么就自己带食物，所以我就是负责在那边吃东西的那个，然后那天我也不例外，我就是一直在吃，然后那个自助霸我也是就是去拿个爆米花来吃啊，然后又拿个什么凉拌菜来吃啊，然后就是各种一直在吃东西，一直在进食，然后又自己买了手摇，我就整个就在那边吃饭，还有付白饭啊，超炫跑的，然后就开始一直吃，然后嘉玉是来吃回本啊，然后对，然后他想说没有，等一下我们唱到最后累的，剩下那个小时都是你的，我们要听你唱歌才回本，我说哈。黑龙文好，然后他们到最后真的就是，反正我也习惯了，就是我们通常出去唱歌都是点了点啊，然后他们只要看到那种男女对唱，他们就讲说，啊，可是女生要给谁唱啊？那个啊，学妹很会唱，就反正我们有个女歌手坐在那边，然后就黑龙文好，就没有学长我不会，然后就吃我的，我不会。人生就是不停的吃，对啊，我就是一直吃。AKB 歌很多不是日 K， 不是啊，就是很意外那个中文 K 竟然会有，就是一般的 KTV 竟然会有很多 AKB 的歌，真的是吓坏、欸。反正他们就是累了之后就会开始讲说，哎、欸，轮嘉玉唱啦，然后我就开始唱，然后讲说，对，就是这样，好哦。知名女团女歌手，我傻眼，一定是在谦虚。我真的是很多歌不会唱，好不好？所以我去唱，我真的是只要是唱中文的，我真的都是情绪之低落，就是真的会很无聊，因为这很多歌我没听过。但还好啦，跟学长去就还好，因为他们就是会点比较老的歌啊，比较老的歌我觉得比较听过这样。等我这口吃完就好，笑死。那种复合式的店通常是一应俱全，真的是很厉害。他们那天确实回本了，是吗？反正就是难得出去玩，然后我最近就是休假的状态，我常休到礼拜五吧，就是礼拜五才要去进公司，就是之前都没有事，然后就是都在规划出去哪里玩啊，像我昨天跟我妈去那个叫什么华泰名品城。我昨天跟我妈妈去华泰名品城，还去那个 IKEA， 反正那边就是很，我的感想就是那个华泰名品城真的很大，然后那个 IKEA 也真的很大。我昨天就是去当刘姥姥，然后我就会意识到，就是我的感想就是当刘姥姥也是蛮辛苦，就是因为你要一直走路。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啦。都有没有什么歌可以听？
没有顺便去 X Park 吗？没有哎。嗯，好小声哦。好吧，感觉还是蛮小声的。日本那样的连锁游乐场叫 Run One，好像很好玩，所以把大卖场当大观园。对啊，前几天才搭机场捷运路过那里。阿爸今天没用日式刘海，对啊。阿爸在休假中啊，我也开始自主放假了，这个来三妈咪拿。所以我昨天就去了那个华泰名品城，然后我觉得那里很漂亮，我觉得华泰名品城很漂亮，是真的蛮漂亮的，就是因为我是晚上去，然后就是整个景色很赞。 就是因为他卖的是名品，所以我一间都逛不了，真的是哪都逛不了。最近忙爆，桃园吗？对，我坐机姐去玩，然后机姐好贵哦，感觉好贵哦。然后还有那个机姐的椅子很硬哎，就是你坐真的从台北，然后一路坐过去，真的是就是觉得屁股会烂掉，因为我们是坐那个。普通车，我们不是坐直达车，然后我就觉得 Oh my god 超级久，卡车要烂掉了。礼拜六去林口山景逛了半天，只买了一瓶矿泉水。林口山景还好逛一点，因为林口山景还有就是它的美食区是有一区是那个甜点的，我觉得那边蛮好吃的，然后也有一些比较平价一点的东西。哎，可是那个华泰名品城，我真的是就是不知道要逛什么。然后我跟我妈就是我讲了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就是你们看啊，就是华泰名品城，它基本上都是在户外，它基本上都在室外，就在那个什么第几大道在那边逛嘛，所以逛一逛啊，就会觉得很热，而且我们是晚上去，我还觉得很热，然后。如果是白天去的话，应该就会丢刷。我就跟我妈妈讲说，那我以后去那边卖把布会不会超赚？我如果去那边卖把布，我就变大富翁，而且一只还要卖那个就是那个名品城的价钱，什么一只要60块这样，一只冰淇淋要60块、70块这样，然后就会变成超级无敌大富翁。一般人台北桃园来回要那么超贵，要死了，超贵的。机姐从台北到机场要160，比巴士客运还贵，好贵，真的很贵。如果你是桃园人，坐机姐比较便宜，真的。我怎么觉得刚刚蚊子好像在我头上飞？我觉得刚刚好像什么东西碰到我的头。我的错觉吗？比一场比赛便宜了。你没有卖哦，你手慢了，真的假的？可恶！你卖把布先被警察开罚单，可恶！他跟打你这样就可以涨到100了。我真的是很有生意头脑，对吧？怎么办？我一直被那个蚊子拉走注意力，我一直觉得蚊子好像就在我附近。
我一直觉得他就在我附近。哦，哎呦，如果市民卡比较便宜，我出国到桃园机场都搭大友巴士才90块。哎，你可带，你不会这样吓我？哪来的蚊子？不知道，酸性体质嘛，也不是，就是。哦，我房间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现在跟他就是共处一室，他一定会来盯我。你没有顺便去 IKEA 逛家具吗？哦，没有啊，就是 IKEA 平常不是都会去那个吗？三重那个很大的，所以有进去啦，有进去 IKEA 逛。可是 IKEA 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IKEA 就是在 IKEA 嘛。立可带帮你打蚊子，才没有，立可带是负责吓我，小坏蛋。可以养角蛙吃蚊子，真的吗？我要来养青蛙，我妈一定会翻脸，她一定不接受。新庄那个吗？那里不是三重吗？哎、欸，那里分界线很莫名其妙，好不好？什么新庄三重，明明就是，哎、欸，明明那家 IKEA 好像就是新庄店，然后它旁边那个家乐福叫三重店，谁信你啊？就是很扯哎、欸，就是明明就只差一条街，那只差一条街好不好？它过个马路就是三重了，没差啦，没差啦。那里算新庄，没差啦，都差不多啦。就交界处哈，差不多啦。过台北桥是另一个世界，差不多啦。到底是多懒的分？差不多啦。啊，没什么歌可以听呢，听500，不是500，是500。欧姆的500。那条马路就跟握手会我们中间桌子一样，那么近却又那么遥远。阿潘可爱吗？差不多啦，你欠揍哦。三重卢界分界也不明显，那又是哪里？阿潘喜欢被说可爱还是被说漂亮？可爱吧，因为我就不漂亮啊，我就是通常人家说我漂亮，我会觉得他在骗我。讲可爱就是还是个称赞语嘛，然后就会觉得开心这样。阿潘好漂亮，君汉你一定在骗我，干嘛这么没自信？也不是啊，就是我真的是不是这个是叫做有自知之明好不好？就是，在干嘛？你想想看，如果他讲漂亮的话，你看林姐那个就是漂亮，就是你看到林姐，你不会说她可爱，你会说她漂亮。然后你看到小迪，你也不会说她可爱，你会说她漂亮。所以基本上就是，你们懂吗？我骗你们，差不多啦，闭嘴。
已经习惯偶像说自己不好看，阿潘九是漂亮，阿里嘎多。嘟嘟嘟嘟嘟嘟，小迪，我应该会说可爱是吗？可小迪是漂亮啊，她漂亮啊。就是如果讲外形的话吧。哦，等一下，等一下，那个本田康又帅到我按暂停，好，好看呢 ，Oh my god， 哦，美颜，哦，美颜测试，哦，测试美颜，哦，美颜拯救世界，本田康又666，年纪比较大才很漂亮，是哦。啊，好啦，那随便啦，随便，差不多啦。差不多啦。阿潘年纪也厉害，要说话，欠揍。阿潘是可爱，是啊，哎，我这就不是漂亮型，这是真的，就是不是说没自信还是啥，就是不是漂亮的。23跟18差不多啦，至少你是耐看型，对、啊，我耐看就不错了，是有差，你差不多啦。最好笑，日本人很多都可以说可爱，真的看过对饼干说可爱的，我也会啊，我对马多多都会说卡哇伊呀，就像你们很常会对哦，不是啦，我开玩笑。然后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做什么，我要来摸我桌上有什么东西可以夹，哎，这个啦，这个毛起来喝，我觉得这个蛮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东西会在我桌上，但就是毛起来喝。他在那个，我前几天去喝了那个叫什么？再睡五分钟是吗？然后我觉得就是还好哎，我觉得他的奶盖是好吃的，就是他的奶盖系列好像被称，就是他店内是叫棉被系列，然后那个棉被就是很厚的那个奶盖，大概有一半，大概有一半杯都是奶盖吧，然后。我觉得它奶盖是好吃的，然后茶其实也是不错，但就是不会想要花到那个价钱去喝一杯手摇吧，我觉得。为什么业配？不是业配啦，不是，就是反正我也很常喝手摇，刚好分享个心得，哎呦踢到脚。然后它旁边有一家这个叫什么猫起来喝，就是有一次跟议员还有姐姐路过，然后就好像也是为了要排五分钟嘛，好像也是为了想喝再睡五分钟，然后可是那时候太难排了，然后就是都排不到，然后我们就去喝这家，然后我觉得蛮好喝，它可以自己调鲜奶，然后我都喝这个叫什么大麦鲜奶，就是麦茶加鲜奶，然后它麦茶很香，然后。它鲜奶可以选柳银或一代或主恩或者是高大或者是初露，所以我觉得还不错。如果你对鲜奶有所研究的话，我是没有研究啦。再排五分钟，很久哎，那个真的要排很久，80是极限，我觉得它有点贵。老肖的店也是加30块在买。所以我也是喝一次就没有再喝啦，还好不喝手摇省好多钱，手摇是一种心灵的慰藉，你懂吗？那是心灵的慰藉。默默的拿起现在在喝的番茄梅，真的只要排五分钟而已吗？没有，你要排个大概30分钟，再睡5分钟。就算不喝手摇，我也省不了钱。
心灵慰藉，对啊，手摇是一种心灵慰藉，就会觉得心情好，就跟吃甜食一样。你不一定有办法每天坐下来吃甜点，可是你有办法每天都买一杯手摇，呵呵呵，手摇喝太多会上瘾，我现在就是这状态，呵呵呵，我就会想今天要喝可不可，今天要喝可不可，还是要喝大月子，还是要喝卡其龙，还是要喝天人茗茶，还是要喝五十兰。其实是再等半小时，对啊，真的要等很久。他现在手摇，他手摇很开心耶，每天都要想一下喝什么。我只会想我今天要吃啥，我都会想啊。三高会找上你，糟了，我会胖，完蛋了，我是不是会变胖？潘雨露又来了，我哪有？嗨，朱雀。我跟你们说，我最近扭蛋扭了一只鸟，我看到朱雀我就想起来，被我放去哪了？我扭蛋箱 ，OPPO， 找到了，就是这个超可爱。我有一天就是英主就是几个人去逛街，然后。我们就是看到扭蛋，然后我就扭了一个很废的东西。先给你们看它的商品纸，你们看就知道它有多诱人。它真的是很可爱。你看它是这样，就是它是一排可爱的小鸟，胖胖的小鸟，歪头小鸟。然后他就是说他可以这样软软扑腻扑腻的，然后就想说我来扭一只，但他其实是有点错啦，他跟我想象中的软软的不一样，就我以为他是就是外面买的软软的那种，可是他其实不是，他是那种就是充气鸭子的那种，然后他很臭，我要说他真的很臭，他就是很臭，对，然后他很胖欸。你看他很胖，他真的很胖，他超胖的，可是他可以，他就是可以这样子捏，他好像充气鸭子的那种，那真的很臭，我现在就想把它收起来，它很臭，但他真的是很可爱，白尾鸟可爱。很不厌，他很不厌，就是以一个拉扎科的扭蛋来说，我觉得他跟扭蛋壳其实也有87%像，就是够大一个，这很可爱，这感觉就是我会再去扭第二只的感觉，真的超可爱。这要怎么念呢？我不会念。哈格本佐，哈格本佐应该是白纹鸟，然后我想扭的这个叫什么？这只叫什么啊？梅吉鲁，梅吉鲁是什么？梅吉鲁，还有一只叫西马伊那嘎，西马伊那嘎。那你可是很可爱，反正就很可爱。可是很臭，你还转第二只，可是就很可爱。你看这样肥猪猪的，肥猪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扭这个，可是它真的很可爱。没有什么原因，就是他很胖很可爱，他很适合坐在我肩膀上，虽然他很臭，这只臭臭鸟。哎，好可爱哦！你们看他，哦，卡哇伊，很可爱，你看。欸，你是不是转了一个之后再也不会拿出来的东西？才没有，我现在不就拿出来吗？这是第二次拿出来，很可爱。好，他今天就坐在这里了。
之后我的另外一杯就会做另外一只鸟，它很可爱，嘿，嘿，超可爱。我这样可以变成云雀吗？云雀的肩膀上不是有一只？这样我就可以咬沙，呼！这样你臭臭的，我才不是。你又踩了一下是，哦，真的，美姬多是绿袖耶，是哦。过动限制器，对，过动限制器，它很可爱啦，你们不要这样，它很卡哇伊耶，超可爱的 ，Oh my god， 它超可爱的，就是越看越可爱。它真的很适合坐在肩膀上哎，很可爱。我赌它等一下一定跳楼，它才不会，它会飞。它的嘴巴不行，它很可爱，绿意盎然的必胜中学。阿宽肩膀上一坨麻吉，他今天开始也要叫麻吉了吗？谢谢 CKU 唱的全力声援。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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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可爱。猪，南南东，他才不会南南东呢，他错错了。表情真实。它真的很可爱，只是它很臭又很肥。对啊，它是我的新宠物。头要臭臭了，没关系，等一下就洗头了。等一下就洗头，挑战整场顶着嘛，也嘛是会使啦，嘛是会使啦。明天要出去玩，明天要穿什么？他一脸黑人问号，跟我一样。放在脚上可以跟袜子互相抵消。什么袜子？不要再说我袜子臭，我袜子很香。他胖公公公公胖，为什么这样欺负我的袜子？但是我袜子会哭哦。阿潘肯定会让他跳楼，不会。Hello， 桃园周汤好。不信谁的袜子会哭啦，我的袜子就会。哦，对耶，就是那个生写真啊，我不是说我没有拍照吗？可是那天有发生蛮好笑的事情，就是因为穿那个，然后就是我觉得自己看起来像师姐，然后我就开始就每个人打开门，然后我就跟他讲，哎，师姐好，这那个师姐好，功德无量，这个月功德金角梅，然后大家就大爆笑，然后而且你们看到预览图上面，对，我对，这次难得又有我，就那个预览图有我，然后我的姿势这样，就是打武功，很快笑死。这个就是要打武功啊！我很意外会有我，因为那套就是很吃气质的一套衣服，然后我就是一个没有气质的人啊。那套不是琼瑶戏里面才会有的吗？是啊，
我没看过琼瑶哎，跟我看到的相反一样，就是师姐，师姐好，师姐好。阿潘知道琼瑶是什么吗？我知道啊，我知啦，这个我知道啦。然后我刚原本要讲一个什么，可是我忘记了。我刚原本要说什么，忘记了啦。忘记我要说什么了，糟了，我要说什么？我记忆丧失中，你等等灵机一动再说。糟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了，尴尬，真的是变笨了。等等，搞不好想起来，真的吗？你不要想就想到，不然我们问又臭又胖的玩具，你们问他啦，搞不好会知道一些什么。马吉说话，可以问头上那只，你们问他。忘记我要讲什么，我这忘记了。我什么都想不起来。哦，对，我上次不是开鸡汤台，有帮到你们吗？马吉，差不多啦，有帮到你们吗？我的鸡汤，我上次鸡汤台就把精神力耗光，所以我今天看起来就是失智状态。哎，我想起来我要说什么。我想起来了，各位，阿莫伊达斯达，我想起来我要说什么了，我要说，你们看那个了吗？放下欧包，谁还没看放下欧包？顺便看一下马可波罗舞蹈版，呼。有啊，假手好玩吗？超好玩。哎，不是片尾那个下七七那件事情，不是我出主意的，是麻油叫我藏的。感觉你们拿假手是打马尔屁屁，没有，明明就是反过来，是他一直拿假手打我。哎，然后我跟他们说为什么我跟马尤卡那么久，然后还要用提示，超好笑，就是，我们一开始拿到那个 AKB48。就是我们已经很早就会把那个密码解出来，我觉得我们这一间应该是最简单的。然后我们就是解完之后，然后那个密码箱，就是我不知道打完密码之后要按井字键还是要按米字键还是要按什么。然后结果我们就打上去，就是把那个密码打进去之后，然后也不知道要按哪个键，就是它没有 unlock 那个键可以按，然后我们就卡在那边卡了超久。然后还
试着把那个数字倒过来输入，然后发现还是没有办法出去，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结尾到底还要不要再多按一个什么符号之类的，我们就完全不知道。结果我们那个，我们用完提示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们从头到尾解出来的密码都是对的，就是只是那个，就只是少按了一个井字号而已。是说买了那个笔画顺序你也答出来，我就觉得如果叫他写中文的话，我可能不一定，就是我不能靠那个笔画，我就把它想成一个图形，超小。头上的鸟会卜卦吗？不会，就是我以为我们解错数字嘞。然后解完之后，那个箱子打开之后，就是这个会有一点点破坏到大家游戏体验，所以我就不讲得太仔细。总之就是一个靠记忆力的东西，然后它那个靠记忆，然后我就是记忆力超差，我觉得记忆力超差。而且他是有时限的要回答，然后我就整个慌，我超慌，所以我们卡在那个记忆题卡蛮久的，就是卡在那个记忆题卡超久，还好有逃出来。可是我们那间的题目其实完全没有难度，就是刚好卡在那个就是井字号，然后那个后来好像听说就是好像是前面别的顾客不小心把那个提示牌撕下来了，所以我们才不知道要在密码后面多打一个井字号这件事，就好像也不是我们的问题。因为你的手机插下去不是就会打开，可是我觉得反正就是很开心，就是我觉得这几次拍摄放下来，我不知道就是该怎么讲啊？就是比较不会那么僵硬吧，就是面对镜头比较不会那么僵硬了。我觉得，我吃药快睡着，可以请你给我个祝福吗？雷，祝你一切顺利，身体健康。不要担心太多，身体健康最重要。一定会顺利的。原来是这样，影片标题骗人。非战之罪，对，有人非战之罪。但没关系啊，就也是个游戏，我觉得就是蛮开心的。然后最后也有帮你们拿到奖励，我觉得蛮开心的。那大家记得去那个官方 FB 留言。先去睡，抱歉不能跟播到最后，没关系。就是大家记得去留言，才可以抽那个体验券哦。头上怀鸟，他胳膊就啊！他是臭臭的白纹鸟，很胖。那个有歌的人来了，我知道啊，那个他来了，笑死。游戏过程感觉省略掉太多，那个没办法啊，因为不是啊，就是如果你们要去玩的话，我们都特别抽入场券给你们，然后我们把游戏内容全部爆雷掉，那这样你们还玩什么玩？而且人家店家也要做生意啊。而且我觉得人家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们已经很开心了。说真的，但你真的要去洗头，本来就洗头啊，不洗头很抬哥哎。游戏内容不能透露，对啊，真没办法。
我真的觉得就是也希望你们可以去抽一下入场券，继续体验看看。就是没有玩过密室逃脱，我觉得都可以进去体验看看，我觉得蛮好玩的。体验券就不用了，身为高雄人抽到太浪费，你可以找时间上来玩，笑死。赌对了，张师。他们不能一天不洗头啊，可以啊，可是我今天是真的要洗头。比较想让他们去亚洲大学嘛，我不能说。有关于校园演出的，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 IG 跟官方 FB 哟。我可能会被关在密室一个礼拜还不出不来，不会啦，阿尔法他那个有时限，就是好像固定就是有挑战时间一个小时这样。时间到就会被放出来，对啊。我只知道建国那场。人家也是需要翻桌率的。对啊，羡慕其他中部学校，我们学校拜托事项点好吗？哎，我比较就是这，我真的很庆幸，就是因为不知道，就是我目前这边有的情报，就是我自己会去的，刚好都没有我认识的人，我就觉得很感动。我真的超怕，就是去到那种有我认识的人在的学校，我就会尴尬。因为我还是很多同学有在网上读，可能读硕班之类的，然后我就会超尴尬。原来头上那只不是特效，不是，它是真实存在的一只鸟，嗨，超尴尬的好不好？我同学都一直在问我，讲说，哎，你会不会又回来我们学？就是我的母校，对，我现在也大学毕业，就是那是我的母校。反正就是我同学都在，蛮多有在网上读，他们讲说你们会不会跑到我们学校？然后我就想说，应该是不会吧。如果有要跑自己母校的话，我可能会跟姐姐说，拜托先不要排我，不然我会尴尬到爆。阿班长の頭の上可愛い可愛いでしょ？白文書です。可愛い。ガチャガチャの。回去母校表演来结束校友，我才不要，超尴尬的。我就会跟姐姐说，我先不要。不要怕，超怕的好不好？回学校表演要很得意啊，哪里得意？我超尴尬的，不要，我不想让我同学在下面，然后在那边喊说什么，恶心又上这样，我真的是想揍死他们。一般大学杰出校友还要捐钱，真的假的？母校也不好吧，会被偷了，对啊。结果 TP 去的都是我朋友学校，哭死，搞不好哪天就轮到你学校啦。不然你就要赶快先去认识一下那个学生会的人，用黑暗神秘力量。喊吃香菜的这样吧，先不要。哎，那个就算不是我同学，你们也会喊好不好？解说校友是比谁捐钱捐的多，真的假的？就算公布哪一场，也没有人知道哪个学校吧，对吧？
不会啦，我们学校没有迎新生的演唱会，搞不好有别的演唱会啊。你赶快去认识一下学生会了。Hello， 子爵。母校都是投递捐款信来的，要死我。我朋友学生会会长啊，只是我不敢求他，你求一下嘛。你求一下啊，干嘛？干嘛不好意思？朋友知道你喜欢我们吗？丢啦！哟，干嘛用言文字考？丢吧！我会叫新一去竞选下届学生会长的，我快笑死！纸袋超人，请看诗雅以前的直播，素颜的诗雅不能出镜。什么纸袋超人？突然变韩文了，笑死！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你可以明示暗示，刚好那个学生会长不知道哈，哈，你跟他很好吗？你跟他很好吗？如果你跟他是麻吉吧，你就直接给他敲下去，你就跟他讲说，你就跟他讲说，哎，那个同学，我真的是，我知道你要挑人选，每次要挑很久，不，没关系，我已经帮你想好了，就这个，这个，这个香香香，这个团体香香香这样。是啊，素颜不能出镜，他就拿了个纸袋戴在头上，真的假的？讲到是啊，我肯定是要出来出个声了，有这件事哦，可爱。我高中同学现在也是学生会长，可是跟我读不同学校，哎，可恶。不过好像不是思雅直播，是啊，说是一生的请求，这有点太浮夸了，先不用。好像有在别的直播出现过，哪路活动？早知道我就不拒绝学生会入会邀请了，现在就不用，笑死！哪有你进去学生会之后会更尴尬吧？进去学生会会被人家觉得是公器私用，不是吗？公器私用更好，被人家传好像，我不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担心被人家传说公器私用，然后我反而不会，就会更不敢开口吧。那大家先做自己的事，就是学生会哪里活动，头上的白鸟没在动，还以为是特效，它会动才可怕吧？你去学生会可能都缺席吧。
服似合う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刚看很久才确定不是特效，真的假的？我应该换个方式，换一个地方放吗？换个地方放。看学校百乐湾都有，真的假的、啊？我开学的时候再问看看。可以啊，赶快问啊，搞不好有那种什么什么，有的学校好像会有圣诞节的、啊。然后有的学校会有什么毕业演唱会之类的。哦，他坠楼了！啊，突然，一个坠楼，你怎么就这样跳了，亲爱的？我们学校是圣诞节，哪的活动？你要当谈话性节目主持人吗？才没有。哎，让他在这里好了，好像会被那个，虽然好像会被挡住，但没关系，他就在这。是醉了，以前毕业的请过大林，我另忘了，真的假的？什么蔡康永不是？在学生阿潘在妈妈肚子里吧？太夸张了，有那么夸张吗？马吉帮丁留言，马吉很棒，太棒，小萌宠。他现在待着，很疗愈哎。名前何？名前，まだつけてないですけど。还没取名字哎，他、啊、他叫什么啊？马吉吗？就叫马吉吗？怎么什么动物都叫马吉啊？马吉跟大家互动吗？叫名前は。文字にしよう、文字。马杰要跟大家互动吗？应该不会吧。如果他会动，反而比较可怕。名字就是又臭又胖才不是。他就这样又拨回来，马可波罗哎。马吉喜欢沾巧克力酱还是花生粉？哎，不要这样，不要这样，等下被检举什么虐待动物，不然叫白潘潘好了，好怪哦，巧克力酱一票，哎，你们这些虐待动物的人。换个歌啊！我这次没事就只想听 JO1 的歌，我就是每一天都在听 JO1 的歌，已经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听了。哦，这首很好听 ，My Friends。我喜欢这首，我超喜欢这首歌。叫海带好了，为什么啊？樱花大福啊，樱花大福很可爱。桜大福，哈哈。樱花大福，哎，很不错哎！樱花大福神曲名，这个蛮可爱的，我喜欢。就不要再叫摩吉了，再叫马吉，全世界都叫马吉了。好，就叫樱花大福。桜大福，可愛い！桜大福，名前決まりました。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为一颗扭蛋取名字，但可爱。因为是阿潘养的，所以叫白潘潘，不是叫白胖胖，要叫白潘潘，可以。
运动会为什么还是有分什么 Sakura 啊、Daisy 啊、Belfla 什么意思啊？其实我看不太懂，大家可以跟我说明一下吗？其实不太知道是什么意思、欸，我没有仔细看，怎么感觉有点哑巴？那你为什么什么？那你其他只要叫什么名字？其他只还没有来我家，还不知道。简称音符哆来咪嗦，不是？你是那个吗？你是那个我们这一家哆来咪嗦。三千的票可以选组，要哪一组赢？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你们都选萨库拉吗？哈，哎、欸，我等下我是拖后腿那个，我超逊哎、欸，不行。你是英祖星的神力君，他也是樱花族的，就不同口味的大福啊，哎、欸、不错哎、欸，就是我想要扭的那一颗绿秀眼啊，这样子扭来就是抹茶大福嘞。我知道你是拖油瓶，没礼貌，笑死！什么什么？押宝可以合照，还有纸笔，真假？这请阿潘那天努力一点，好，我努力一点。好吧，那我会努力训练自己的。不行啦，可是我柔软度什么的，我真的是有点不行哎。我柔软度什么的超逊，可是跑步之类可能蛮快的。请告诉我们怎么如何提高音组胜率？我也不知道，每天叫我们去跑步机吧。你们都压音组啊，我们这么厉害吗？自己没感觉。哎、欸，敏君，我如果你有先做热身运动的话，应该可以再跟下去一点。因为我那天也是没有热身，我就是直接就压下去，所以也是不太知道自己。而且我那阵子都没有在练，你如果每天有在拉筋，其实还蛮容易就可以下去的。我再回落某某，到底大概是前兆站开花花影的关系，哪里花的？压橘子是看到 Luca 超强，好不好？因为本家运动会有大跳绳，完蛋不行，大跳绳稳弱哎、欸，现在是压下去怕拉伤。笑死！我音组相推不投音组，要投谁也是啦。全上这样有加分啊！里嘎多，好方法，我们去贿赂卢卡，什么贿赂卢卡？比柔软度的话，我还真的是不行哎、欸。他直接倒数，音组都不错卖，草组没人买，难得，搞不好最后爆冷门呢、欸，怎么办？好可怕哦！跳绳真弱，我跳绳也很弱。跳绳不会输死呀，应该是不会。大跳绳我以前玩过，大跳绳以前高中的时候玩过，没有拖油瓶，我没有当拖油瓶。大学也有玩过，宿营的时候。啊，今日の有名なお土産ですよ。お土産？没有卡站立草组第一啊！不先搞定怎么行？笑死！难道草组布局不很久？有可能啊。樱花大福给我站正，歪头是几个意思？瞧不起人们？樱花大福表示
我就爱同你样怎样？笑死了。直播时请他看诗雅跳绳花絮，他看了之后好像有点沮丧，真假笑死。说不定跳绳别组也有败笔，搞不好我们组也有啊。阿帆大学有去避旅吗？没有，都在忙工作，所以都没有出去玩。超呛，他坏坏，樱花大福坏坏。坏坏，我帮你戳他，帮你戳爆他。陈陈卖120，我们大合照就靠音组，你们也希望跟我们合照吧，会加油的。いつか大福ちゃんと一緒に来てね、笑。哈我觉得收买丢卡真的不错，不要啦！什么大学有避旅吗？现在大四才意识到，不是避旅，不是避旅，是避旅。笑死！好，我说避旅，避旅是那个是朋友之间自己揪的，都是朋友自己揪的。不知道切开是粉红色的枯叶。大学婢女都是自己揪的，不是啦，运动会还早，先备战好 reset 吧，大家可以赶快练起来。没有，我没有叫他。我没有叫他，好烦啊。不，好烦，我操！哦，我最近真的是各种，就是中文越讲越不好哎，我中文越来越差了，我是不是该回去读书了？不是找到婢女，不是老妖，是。你是祖祖口水了吗？是吗？祖祖也会这样吗？我要 Daisy 英祖，如果赢我就蜘蛛。你好意思在我这里说你压蜘蛛？来人，抬他出去。你是不是刚从加拿大回来，中文不太好？对对对对对。大概是饭水偶像吧，跟你女神一样，知道吗？他最近讲话也是很卡吗？感觉应该要压音组的，你好意思在我说这里说你压局组，出去抬走。应该是不是中文不好，发音有问题了，需要看医生，这是大舌头征兆，完蛋了。可以啦，我刚刚都跟子萱说我压音组了，真的假的？卡丘你压音组，我很惊讶哎。我没得选啊，拿枪逼着选，你好意思说？你好意思说、哦、是爸爸暑假没带你去夏威夷教你中文才口误？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没有去到夏威夷，所以我也没有学会开车，还不会开飞机。看我马甲就知道我会压哪一组了啊，是没错啦。可是飞镖欠揍啊，我现实主义者，笑爆。压会赢的组啊，这样才可以合照啊。那我天哪，我们压力山大，我们会加油的。我去多买两张票，每一组都压好了，怕。我今天生日，阿潘可以祝福我吗？生日快乐，欢迎李雨琦。我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我觉得获胜的几率越来越渺茫，因为大家都要去收买卢卡奖了，只好买三组了，都买下去。
真的可以买三组吗？不行吧？可以吗？是可以的吗？三张票10500块，吓我一跳！他说阿潘觉得我最近看的日本小鲜肉怎么样？我觉得很卡哇伊，就是正太型的。可是我最近就是我最近看的都是就是比较粗犷一点的。你也知道，就是听我现在歌单知道，我最近就是在 JO1 坑底。Sorry， 我最近真的是完完全全就是 JO1 坑底。我现在就是彻彻底底的加木，谢谢。加木 this， 加木 this， 我还没有买二单怎么办？大家都在换小卡，只有我没有小卡；大家都在换升血，只有我没有升血。加木洗哥哥。现在叫我妈生弟弟来接，我觉得不太 OK， 你妈妈可能会翻脸哦。连成员都觉得贵了，不是，是买三张就会贵啊。可是买一张的话，我觉得还好吧。石原也说樱花，真的假的？贵。啊！谢谢游戏医生，谢谢游戏医生帮我回日文，ありがとう。感谢西。阿妹，你知道比什么项目了吧？不知道啊。就算我知道，我也只会跟你们说不知道。你们怎么会觉得可以从我这里钓到什么消息呢？搞不好你看到一楼空席都是大家多买的，啊，太尴尬了吧。我拿 TP 生血接你，你可以拿你的生血针去换，不要。诗人也说是樱花，哎，很多。好吧，我要，全程就是雷吉干杯嘞，然后我什么时候说雷吉干杯嘞，超糟糕，我把所有负担全部都雷吉干杯嘞，参选都猜到第二回合才知道有分回合，你各位不要期待太多，三张票一支火箭都还不到，你各位不要丢火箭了，好期待四单完整制服图啊，欸，我也好期待你们看到，我那套真的很漂亮。那他有没有特别喜欢那套衣服？有哦，欸，对，而且就是我不知道，我之前有讲过吗？就是夕阳的制服不是我自己的，然后可是四单这套是我自己，就是那个名字是写我的，我就耶，呵呵，甩锅甩起来，呜，交给林一跟易云了，交给他们了。应该是我有没有喜欢哪套衣服才对，四单这套就是目前真的就是心里最喜欢的，说真的。然后，你说从 TTP 从以前到现在的衣服吗？哈哈，我想想哦。欸，不行，我心里有别的答案，但这个答案还不能讲。我觉得人品君再要等一下，人品君再等等，等等我的回答，再等等。但目前就是你们看过的，我应该是就是最喜欢就是现在这一件，就是四单的这一件。刚刚应该有三套，夕阳不是，答案原来是还没看到的，我等要等多久？再等不会很久，哎，我不能讲啦，等等啦，你再等等。
你再等等啦，你再等等，快了快了，好不好？很香很香。你再等等，然后，嗯，对，就是夕阳那套不是我的，夕阳那套不是我的，夕阳不是我的，要跟你说夕阳。为什么有点渣男发言的味道？什么意思？等一杯咖啡，所以要三年卖你啊。ファンじゃん見たよ。え、本当？え、本当？本当？え、シンさん本当に？本当ですか？え、まさかの？え、3年前の？え、あの試合の？チアガールの？やば！あの時本当にブスだよ私。需要帮你回顾吗？反影片先不要。目前最喜欢四单吗 ？Hero 的，是的。那个刚刚不会掉到东西的失主，冷静一下好吗？好的，再等等。台湾よく行ってたからかも。え？ルルル。行ってたから、その時初めて TP 見た。嬉しい。嬉しい。嬉しい。シンさんに覚えないかもしれない。我觉得我那时候没有很好看的，我觉得我那时候没有很好看，那时候就很素啊，那时候，那都给我，妈妈啊，没给我不，我不できないっすよ。那都给，本当に，ほぼすっぴんだよね、ほぼすっぴん。リップとコンシーラーだけ、リップとコンシーラー。孩子都会觉得自己以前不够好看，而且我那时候很胖哎，那时候很胖。底子好，再素都好看，是吗？ほぼすっぴんだよあの時、ダンスもできないし。あの時のあの、こいつはこいつを渡る時はこうやって出るんですよ。背中こうやって。一番後ろ一番後ろの子ですよやばい、懐かしい。何歳やっけ。3年前だったら19歳かな。19歳。2cm
我哑巴。哇，三年だった。もう三年。哇，すごい。那那那那明明就好看，谢谢西西，谢谢西西，很久哎。那时候表演完还是有被选出来讲话的哦，对啊，不要被十九岁的自己呛到。QQ 赛我可以的，我可以的，是不是？写下来了的，日付が書いてありました。はあ、なるほど。ああ、まだオーディションですよね。ゆるるもいたんですし。わあ、若いなあ、19歳、若いなあ。誕生日前。誕生日直前。二十歳の直前只想到香菜胶水，不要，不会差很多哈，只是觉得有点糊，是吗？呛到要拍墙壁五下才不会连续呛到，真的假的？哎，那很久啊，那看我这个成分也被打很惨。后来我没有看完，后来我们就是差不多到半场吧。差不多到半场，然后我们就离开了，这样。哦，那天早上还是，那个是什么？期中考，期中考是不是？期中考是怎么的？我只知道期末是期末，只期只，只，是吗？期中怎么的？那好像是我对阿胖的第一个印象，太伤心了吧？那个第一个印象也太伤心了吧？真的很久哎，那个。欸，可是那个就是那天第一次见到，就是啊哦，就是近距离见到那些球员，真的是很感动的。其中的日文怎么的？球赛没去，那个是真的很久以前。その時やっぱ日本語話せるの知らなかったから、姉ちゃんとみやびちゃんとしか話してなかった。でも大丈夫ですよ。今こうやって会話できて。こっちは嬉しいですよ。原来是为了见球员感动，不是上场啊喂！哎，见球员很感动哎，你们不懂吗？哦，中間中間テスト，谢谢嘉阳，中間テスト。啊，哎，啊，なるほど，なるほど。あの試合の朝は、あの頃はまだ大学生なんです。で、あの朝は中間テストがあって、とっても、え、我突然忘记了讲什么。反正就是我印象很深刻。コロナ落ち着いたらまた会いに行くね。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いつか会えますように。アベさんもいるんだし。
2017年真的还比我早一年，因为那时候还在 audition 啊，买了 audition 那个啥。阿胖，你在一垒侧还是三垒侧？哎，一击必死，三垒吧。嗯，我在三垒哦，在三垒，那时候在三垒侧。有像达浪的妹妹月亮，什么意思？我第一次应该就是小迪出现在成品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很年轻耶，那时候旁边还有谁？其实也有点忘记了，那时候真的很紧张，就是笑容真的很僵。嘟嘟嘟嘟嘟嘟嘟 ！Oh my god! Oh my god!跟华子，对，哇，我的记忆全部都上来了，哎 ，Oh my god， 也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我的天啊！第一次看到他跟雨露，我那天跟华子聊了很多天，因为就是，可能他没有想到，就是有人可以跟他聊日文吧，跟他聊了很久。希望 TP 之后还有机会去棒球场表演，对，我好想再去棒球场哦，咦，想再去表演。需要花絮影片回顾吗？要的，为什么你们还留着？要的，那个时候好像还没入坑，那时候很多人都还不认识我，你们在这边有大多应该都不知道我是谁。就是知道的应该就是像泪啊，泪已经先去休息，我跟泪就是那天认识的，然后就是还有还有谁？那时候知道我应该就是因为已经有在开直播了吗？那时候有吧？那时候我在开直播吗？因为我忘记了，应该有的话应该就是新一会记得我，然后还有像 Lucky 也会记得我。当时我只知道台言啦，我那时候知道卡丘，我那时候还知道什么手滑哥，是不是？就是反正就那时候就是有几个已经是，就是好像已经喜欢台言很久了这样。哈哈哈！我这对不起，我日文真的有在退步哎，公明先生。华子丢 Google 才想起来的样子，华子很可爱啊。海派甜心的达浪他妹妹下巴很像，真的假的？哦，我不知道，我没有印象哎，达浪的妹妹长什么样子，我真的是没什么印象。现在不是有去桃园球场吃火锅？对啊，可是我没有去呀。该不会是11月中下旬了？哦，那新一应该还不知道我那时候。哦，那时候真的是那时候知道我，然后就跟我到现在应该就是累，就是那一场，那一场真的是真的是陪我很久了。阿潘开直播开几年了？多年，如果大家说的是11月下旬的话，其实也开了，在 TP 的话应该也是开快两年了，对不对？应该也是开两年了吧，在 TP 的话应该是开快两年了，然后再加上以前的话，应该就是快三年这样。那时候还在开心的浪，真的大家都在开心的浪。刚开始甄选时有因为阿潘的照片而感兴趣，真的吗？米酒，本当ですか？那时候很幼我那时候是幼女儿。2018中间有断过几个月，对，结果会知道阿潘其实是私下米酒叔叔推坑，真的假的？嘻嘻，なんで？甄选时有同你，本当。
真的假的？那个时候好像有看到那影片，但是应该还没开始关注。哎、欸、，Long Life 是我最赚钱的实习，然后在 FB 很踊跃回复，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呦，很不好意思哎、欸、，Oh my god， 天哪！哎呀，有米酒我有印象，因为米酒就是那个马 FB 是用本名，对吧？本名我比较有印象。我是新米，没问题的。有吧？18个月 TV， 那时候大概2.5个月，5.5。5.5加18个月，哇，很久哎、欸！就是默默的也开了2年多的直播，现在不用了啊！我知道啦，本人，你讲过很多次我在 LOE 这件事情。就空窗期那段，米酒刚刚回来就私讯说想看我跟阿潘会是谁被欺负，就你被欺负，哈哈哈哈哈哈。一出手就只有没有，阿华也是跟我跟很久了耶。就那时候的阿潘很赞，看起来很害羞，后来就解放怎样？我应该回去继续害羞吗？不要。当年真很喜欢听阿潘鸡汤台，对小易也很久了耶。哈哈，哎，米酒不要这样伤害西西 ，Oh my god， 那是什么很久远的记忆？哎、欸，我看得懂哎、欸。我看得懂哎、欸，怎么办？但是只有那张相。我开始认识阿潘是 S R 直播的时候吧，龙虾头像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突然涌进了一群人。想当年我可是零年以外谁都不晓得，你最好是雷西西，你最好是，明明还有呵呵。很好笑哎、欸！当然酒真的、欸、其实，可是真的从那时候就是从甄选那时候就是粉丝，到现在应该就是雷吧。所以你各位其实都是他的后辈耶。他是好奇啊，我真的是一看就觉得很好笑，我一看就知道你在讲什么，我真的觉得很好笑。我是闹钟课题认识的，可惜中间断了。就是，你如果要我就是提出当初 Life Me 到现在，真的是很，真的是没剩几个人呢、欸，真的是没剩几个人。发现了阿潘派的一面就怎样怎样气哦怎样。2017我还在 HKT， 粉丝就像来来去去啊，哇，那时候到现在还在的。你看那个当初伟林也很常来看我，现在伟林也是好像也不太看 TTP 了吧。哇， LM 真的很久啊。可是 Lucky 现在也都是还会再来看我啊，我觉得很棒。甄选实习粉丝不是一开始看盘而已，我知道我知道，好像跑去浪地下了，然后的呢？立马拍一波，我哪有拍，我耐拍，说啊，我耐拍。不行，米酒跟西西接下来感觉要开始吵架，结果加班不是因为公开活动，笑死，初见面超尬，哈哈，我记得哎，我记得哎，大名鼎鼎啊，什么飞镖？你为什么流鼻血？你看到什么很厉害的东西吗？不然豪哥讲的话全部都麻掉了。第一次认识阿潘是看到 Lucky 的推坑文才晃来的，耶、
樱花大福你主人有派吗？他比我派，樱花大福比我派。我当初是哪来的勇气跟阿潘搭话？我也不知道哎。他妈写我很亲民的哟，我很亲民的哟。我以前都看南部版，再来看 TTP 耶。我萌新没问题，飞宝，欢迎萌新。Hello， 阿潘，你第一八八次直播要跟你讲吗？好啊，什么？我快要第一八八次直播了吗？我都不知道，我完全没有在注意自己直播了几次。小易一直都有在进吗？太厉害了吧！樱花大福，我想被嘴。以前我在看谜团，我知道。你明明除了第一次见面以外就一直呛我，我第一次见面也有呛你，你还记得吗？我刚才注意你，果然是小迪的活动，看到生人就是不一样。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今天第168次直播，哇哦，一路发哎、欸，168一路发。已经忘记了为什么，因为听说雨露的 CP 超级团吃香菜很有趣嘛，没关系，没关系，我们都不在乎当初入坑的理由，但就是要记得要继续在坑底，知道吗？不准爬出去。你爬出去，我就从坑底再把你拉回来，这样子拉你的后脚，给我进来，超凶。阿潘，那我最好的都没有呛我，对啊，我都没有呛飞宝哎，还是因为飞宝现在还是萌新，没什么好呛的。熟悉了之后就会开抢了。其实你再这样下去试单，我手会又要被唱歌。不会，我下次要换一个心梗，不然他会觉得每次花钱进来都是一样的结果。不行不行不行，我们要来点 fresh。我还真的不太记得怎么办，我只记得你说要再买我手机。对啊，这是抓交替，才不是抓交替，不要物理拖后腿好吗？给我进来，给我回来，给我等来。敢爬出去叫樱花大福臭死你，我就叫他堵住你的鼻子，然后你就整闻樱花大福的味道，他就会被臭死了，对吧，樱花大福？叔叔，你呢？赞助我20赞，我截图了，真的吗？什么午安？大家都要晚安，你在那边午安，所以你呛了我什么？我做什么被呛？没有，我就讲说，哎，这就是西西，大名鼎鼎的西西，然后就开始遮脸啦，然后还一堆人跟我说那个是西西，在那边，然后我就什么西西在哪里？哇，是西西的，什么小鸡不是小鸡，它是樱花大福。等下人品就要生气了，人品就是赐名的，它很可爱，它叫樱花大福。我只是饿了啊，好可怕！牛伯等下就去杀隔壁的小羊。请证明樱桃大福不是，是樱花大福。樱花大福，サクラ大福。什么？等一下，我想起来，等，好了，谢谢。你在干嘛？你为什么一句留言里面有那么多小剧场啊？嘻嘻。就我在哪？我觉得令儿捕鱼比较快，笑死！有的人看七夕开门，知道？优秀。加了一些统计，例如潘用了344天达到100次直播，真的假的？好厉害哦！小易一直都有在统计，阿里嘎多，所以跟我邻居的杨洋是战备粮食，他才不是。你是要挂了你？有个好笑，不是啊？我记得你们是不是有一次迷你空是不是谁没有来着？然后不是就做了一个牌子？就做了一个很像那个，很像就是要送某个人走的那个牌子。会不会这次就有人举那个牌子，然后上面是那个，上面就是另一个脸这样。12点了，真的假的？12:10了，哦，糟了，我要来念榜。
我差点都忘记了。Hello， 启月，希望上次的鸡汤你有喝到。来念个榜。哎，我都没有回餐，是不是又快要结束了？我来看一下第三轮到什么时候。等等我。到9月13号，今天是几号？今天是九号。好，所以我之后再把它猜，我要猜吗？我要回猜一波吗？阿潘掉到第9了，好，我等我一下，我冲回去。等等我，阿浪，你那个是什么？大头贴不要，换掉啦 ！CKU 这个又是什么大头贴？动物星球频道哦，你们大头贴怎么都怪怪 ？Martin 的又是怎么回事？什么东西啊？你们最近都流行这种奇怪的大头贴吗？我要冲一波冲排名了。啊，这首是 Keep Your Head Down， 我知道，呵呵，东方神起。You know time。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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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回猜一波，樱花大福可不可以帮我回猜？我手有点酸的樱花大福。哦，快回猜完了，哼，果然有训练手速就是不一样，哼哼。人品出卖君，不是不是不是，好可怕哦！人品君，你一讲话就有旋律，酷耶！耶、yeah, ，我爬回第七名了，阿里卡多哥在伊玛，硬要卡一个前七名。樱花大福给点贡献啊！歪什么头？快猜拳！这个头是粘上去，不是不是不是，那是扭蛋，那是扭蛋。请问手速怎么锻炼？跟二头肌有关吗？没有。樱花大福站好，我来念榜啊！不要再挖我的真选 A 历史了啦，你们！来念个榜，今天第15名是 Black Beetle， 谢谢 Black Beetle。第14名是牛奶锅，谢谢牛奶锅。第13名是 Iris， 谢谢 Iris。第12名是慧香，慧香这个大头贴发生什么事？谢谢慧香。第11名是企鹅，谢谢企鹅。第10名是阿贵仔，谢谢阿贵仔。第9名是小白兔，谢谢小白兔。第8名是陈宇，谢谢陈宇。第7名是 CC， 谢谢 CC。为什么 CC 的大头贴是娜娜色？难得。再来第6名是泪，谢谢泪，虽然泪已经先休息了。再来第5名是百元生态，谢谢百元生态。第4名是 R6， 赶快换掉头贴来。亚美露，再来第3名是 CKU， 谢谢 CKU， 这什么星星鄙视脸啦？到底第2名是 Martin， 谢谢 Martin， 第1名是林哥，谢谢林哥，不要上太浇水。I see for dream， 怎么办？我会跳，糟了，好可怕！阿潘，你敢不敢捏团员屁股？我会啊，我会打他的屁股哦，不是啦。好啦。那么今天就先开到这里，大家晚安一波，晚安一波，头贴图撕一下，先不要，先不要，真的很久没有看那个时期的照片，好可怕，我可以自己回去挖一下照片，我以前头发真的很长诶，想看长发潘的或许可以去看一下
我以前的照片。最近阿华是阿华，就是一直在翻我的 IG 旧照，我其实是不太知道为什么。他还在很久以前一篇贴文，然后跟那个跟信婷聊了起来，我实在是黑了问号。大家可以去翻一下我的 IG 旧文章，笑死！大家姑奶奶，姑奶奶，巴布，樱花大福说拜拜，喂喂。他真的拜拜了，好，拜拜。